改行修车了吗？你这看不起我这辆车呢？我这辆车陪了我过了风风雨雨，我告诉你，你来感受一下，你来感受一下，刹车系统出了一点问题。今天我没带钱啊。不是你风格啊，你平时这暴发户，人放哪钱到哪的，不是你风格。我先看看今天给我带的什么。我先看钱。真没有，真没有。没钱不谈。我看看看看。你肯定有钱。你这话说的那。你就说嘛。这块石头和你今天的穿搭很像啊，但是我对于你今天的穿搭我不是太满意啊。为什么？太过于保守了呀。不爱。透过外表看本。不用看墨翠怎么打灯呢？墨翠打不了灯，就看黑度就行了。三万块。三万块。一块墨翠你叫我三万块。看你今天这破车。你知道墨翠的意思是什么吗？情人的影子。你看你给我送墨翠说明你。你不老，我有你不老实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送个冰洋绿，送什么那些绿也就算了，你给我送一个墨翠，一万五，行不行？一万。哎，成交了，你要帮我修车的。你确定收了？收了，快修车，啊、来修车，修车，修。好好。你修不完，你别回家，你别回家哈。你修吧。